他给我穿得很诸葛亮，因为我没有待过秀场。对，早知道就先问可丽姐。他人什么谁来轰？还是三亿的话，你做现场，就是在公寓开一场。开一场？我是被 Rose 吗？对。好啊，谁怕谁？李小文做工的人诸葛亮上身，一句话惹怒苗可丽。你身上一款变老白啊！猫熊开始想睡觉的呀，你敢怎样？猫熊一世人，拢无都去做彩色相片。电影《做工的人》3月28号举行首映会，影集版原班人马全员回归。阿台与梅林邓的天星炎亚纶竟然也加二啦！我被骗了啦！我被骗了啦！我想说我要找一个台语很好的年轻人，于是我找到哦，这反差有点大。因为我知道他里头刚好有一集是那个什么龙介哥哥，我也没有看那一集，但是因为我以为他访问他，表示台语一定很好。读本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。以前我只要烦恼李宇春台语，现在我得烦恼天心跟炎亚纶的台语，我就觉得。其实那天我非常开心的。对，有人跟你垫背。他给我穿得很诸葛亮，因为我没有待过秀场嘛。对，早知道就先问可丽姐。他人什么谁来轰？良心就好一句咯，在新闻在惊水咯。我是全世界有气上盖好的文台哥哥。我不是因为天气的流汗，我是因为我是讲的不认真而流汗。马上被纠正。Taxi， 我现在改英文。他没有让我配什么，我想说是不是都剪掉了？可能找人帮你配了，或是变成别人。你看到没有？我还没有看，真的被剪掉了。还是其实我今天不用来。我是被 Rose 吗？对。好啊，谁怕谁？话说炎亚纶去年拍摄影集《初勇》，却爆出工作人员坠谷意外。炎亚纶当时仅用一条麻绳站在顶楼拍戏的照片也流出了。因为这件事情是去年出的事，然后其实我后来经历过所有的剧组都很重视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大家在生命里都是做工的人，所以要彼此保护做工的人。其实我们在那边怕的事情是怕没有地方小便了。带保特瓶，保特瓶不够大吧？啊，带一个大的上去啊！你说那个直径，你的直径，哇，不容易呢。他已经铺好悬疑了，出去就有杠点，还没有铺的。我们就去那边，我就以为在这里拍嘛，然后他不是，是对面那边那个，而且要走这里过去。最后高空的画面，出来只有2秒。有怨言。对。啊，我们还在等他答案呢。还是有哪一些演员其实也有爬，但是没有被剪出来。都没来了，不想来。士林有爬吗？没有，是怪兽，但他福利很好啦。